你是新的树木，是现在小小山丘。以前当年不能比，当年他那个框可以扣篮，你知道吗？当年就是我们，我以前真的能扣篮。对，这边最矮的框他可以扣篮，有一个这样子。最矮的框，就是这个框是斜的，是吧？打完球再去网吧，网吧好再去，再去吃什么？你们讲点积极向上的啊！我们讲的哎，还有吧这个。我们给我女朋友一打完篮球回家就一起做作业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作业太假了，太肤浅了，偶尔露一下就可以。那你说你喜欢？天天露都不行，对吧？看光了，我们要保持文艺的气质。不是他们一直想要那个什么？是的。我要让他拿个金色的鞋。来，我拍。哎呦，有一件事情我觉得特别逗，我一直想给大家讲，没有机会。有一天我们在北京场的彩排，然后，去彩排的现场，去排练的现场，然后我们车到下车过后，他车上也睡了一觉了。然后我说：“哎，你想吃啥呀？”我说：“我去买中午饭。”然后他特别认真地告诉我：“啊，我没吃饭吗？我刚刚不是吃了好多东西吗？”我一个问号问，我说。没吃啊，我说刚从家老到这儿，他说哦，我刚在梦里面吃了好多东西。我手机里面特别多他睡觉的照片，各种学校的睡觉照片。哎，毛领啊！给他送的东西就是送的药吗？对啊，我跟你说，有诚意的，我们像阳光，就是你那个屋里那个福气，洒满了我的脸庞，我的心在此刻荡漾。你的爱温暖着我的胸膛，多押韵！如果这就是爱。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，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。不是衣服裤都坏了，换衣服还拍吗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咔。